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观看《尼尔：自动轮行》的游戏影片。然后，这游戏是在 Steam 上面买的嘛？4月28号的时候上市，因为它3月上市的时候，锁区锁了亚洲被锁去了，所以它拖到4月才上市。同时也是尼尔中文版的发布日期嘛，应该啦。但是 Steam 上面的尼尔它并没有中文版，我也不知道为何。但是没问题啦，应该也是可以玩的嘛。然后语音设定我是日文嘛，因为感觉上日文比较有感，然后字幕就用英文。可能会觉得怪怪的啦，因为英文跟日文它翻译起来好像有时候不太搭。我也尽可能的翻译啦，翻译成中文。这游戏它不支持自动存档啦，所以要玩过游戏之后才知道如何存档。然后在玩之前我想说，你们现在看画面上面有个 continue 的字，就是继续。其实这游戏我是有玩到一个阶段去了，就是他剧场我打完了嘛，但是打完之后才发现到原来我的影片它录制之后出现了问题，所以没办法渲染，就是无法正常运作了，所以我就重玩了。没错，我需要重玩，这是我玩的嘛。然后现在要覆盖了，没办法了，那我就重玩。然后我游玩过程应该会比较快啦，因为毕竟我打过了嘛，那个局长。然后这次选难度有 easy、normal、hard、very、very hard。这游戏在玩之前，我还要强调就是，这游戏只要你就死了之后。你角色死了，他没有什么记录点啊，没有什么检查点之类的，你就要完全，你要从开头画面重新玩过，不管是那些动画还是那些怪物被打了，你还是要重新打过。只要你没记录刀，因为这游戏它不支持自动记录嘛，就要手动的。只要你没有记录，要重新开始，所以我就先选 normal 了。我 normal 那个剧长打过去之后，我再换去 hard。全ての存在は滅びるようにデザインされている。我本来翻译了，现在我重新翻译过。生と死を繰り返す螺旋に、私たちは囚われ続けている。所有生物都是为了被毁灭而设计的。それとも我们被困在了生。等于死之间，不可解的パズルを渡した神は、いつか私たちは弓を引くのだろうか。这一段字我听了两次，我就听不懂，所以就算了。こちら司令部、夜ハ部隊応答してください。こちら 2B、全機無事に成層圏を突破、自動航行システムに問題なし。こちらオペレーター 6O。前期反応確認しました。現在、対目標50キロ地点を通過。防空圏内に突入後、マニュアル攻撃形態に移行し、目標の大型兵器の破壊と情報の収集に当たってください。了解。いやー！突然就被敵人的反攻。12H、ロスト。前期マニュアルモード起動。目視で回避。就这样子损失了一个，然后现在他们切换成手动模式，就是让玩家手动操作的。11B Lost Sony H22 Cancel 効果なし。队员渐丧失。有声音吧？前方に敵機確認。我希望影片代表各機使用申請要再出問題了，各機使用の許可をします。我在他可以使用武器嗎？我按 RB 可以連射。セブリロスト
是阿平啊，阿对了，阿平。刚被射爆的那个是队长，队长机。早期 2B 的隊長任務継承。因为队长被击毁了，再换二 B 当队长。你看我队友在前面喊，我不会爆啊。周围に敵機多数確認。機動形態への許可を申請。機動形態は移行許可します。我们自动轮进它的一个飞行装置啊，然后它可以变成一个模式，变换变变变模式可以移动。说白了就是最强大嘛。隊長，我的心。2B よりオペレーター 6O 当機以外の機体は全てロストした。作戦の遂行に支障が予想される。指示を。オペレーターより 2B 現地担当の 9S と合流し地形情報を入手してください。了解。他叫我在赶去在这边负责侦察的那个自动轮进，这叫 9S 跟 9S 跟他汇合，然后拿到情报，在情报在封上吧。我玩过了，别怀疑。它有些就是敌人射出来的子弹，你可以用敌人子弹来进行互相抵消。哦，这个游戏的场景变得变暗。看看那双腿，看看那个背，那个背。見れば分かるよ。白毛。我喜欢，就是困难模式以下的难度分析可以帮你自动瞄准，也不算。这个不算是自动瞄准吧？它是帮你锁定。这个锁定功能就在普通难度或者简单才有，一般普通难度的话就没有一般没有办法想要这些东西。いや。这个场景就是武器预告里面有吗？有个短短的字吧。これが目標大型兵器。没有这个场景。
当該敵は目標ではない。速やかな排除を推奨。簡単に言う、这个背景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了，因为我们在这要找我们的目标就是搭点兵器嘛，但是这个他们是目标，所以我的炮台，所以我刚才把这个给毁了。我重新恢复嘛，然后现在他们就把那个。ポッドプログラムのダウンロード終了。こっち行けよ。ポッド。これでポッド是我炮台的名字啦。我画了叫ポッド。然后ポッド就是炮台的技能。刚刚送过来的就是那个雷射，炮台雷射。等一下，我用给你们看啦。这个就是ちゃんと死んだのを確認しないと危ないですよ。不好好确认是否死了会很危险。2B さんですね。僕は 9S です。あなたのサポートをするように指令を受けています。了解。この大きなノコギリが目標の超大型兵器ですか？違う。単なる防衛装置みたい。じゃあ目標を探す必要がありますね。僕は飛行ユニットがありますから外から見て回ります。分かった。私は内部を中心に調べてみる。然后我就在阵地上潜入内部里面找。现在就我们的进入时间了，现在开始就是挑选。然后刚刚射出去的就是雷射，你射完一发之后它会有冷却时间。不过这些在空飞的这些敌人刀很难打，所以用枪防射就好了。然后在地图上面，地图上有一些资源可以捡了，稍微逛一下可以捡点资源，这些资源在后期应该可以做作用吧。我也没玩到这么远，但是打爆敌人他们会掉钱，你捡钱的话可以买道具，这游戏还有商城可以买道具。事前に調査しておいたマップデータを転送しておきますね。了解。我在 3S 把他之前调查好的地图资料传送给我。我在我的手上，我们有可以看。这边有。
打爆敌人，偶尔还可以捡到那个副道具，可以补点血量。下面好像有道具可以进，不过这边就太接近了。ゲートの封鎖をかけ、扉の解除不可能。本営にある敵が妨害データを出している。めんどくさい。那换说我们从那个在这里，然后要解锁那些门也是不可能，因为这边有干扰性，所以我们就解锁。这个雷射伤害也很高。感情を持つことが禁止されている。すみません。それと三はつけなくていい。え？私の名前に継承は必要ない。わかりました。トゥービー。刚那 S 跟 Toby 的内容对话内容基本上就是，那 S 因为他是侦察性的超人型，他通常都是自己一个人行动。那是因为这次有他跟 2B 一起行动，他觉得很开心，因为有伴。然后 2B 就警告 9X 说，我们自动人形不能持有感情，就被禁止。然后 9X 再强调说，也不是 9X 啊， 2B 来强调说称呼他的时候可以给利用加尊称，加名字就好了。这是很简单的傲娇。这是典型的傲娇台词。敲一小段过你按 RB 的个机器人可以把你跑。ここは昔人類の兵器工場だったらしいですよ。今ではすっかり機械生命体だらけですが、敵はこの工場を再利用して機械生命体を増産しているようです。全滅させないと無限に湧いてくるってことか。那 S 他说，这边原本是人类使用来研发武器的工厂，然后现在被敌人占领下来开发机器人。
界のデータを使って適当なことを喋ってるんです。機械生命体のやることに意味なんかないですよ。这是敌人用以前的那一段带来的资料来做过，他在他还是来说机器生命体所做的行为都是完没有任何意义。他们所谓的机器生命体就是我们的敌人啊。もしかしたら別の場所に移動しちゃ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ね。刚二 B 说，他探索了这工厂一圈，完全没找到我们的目标。我们的目标就是要找一个大型。あれは。引擎器嘛。哦，鳥ですか。環境の変化があったのか、動物や植物は旧世界の時よりも増えているみたいですね。不过他说二 B 他是不是没看过鸟类，这个原因会在后期解释，现在先我都不要说，啊，先玩就好了。
その橋の先に別の施設があるはずです。ちょっと遠いですが、移動してみましょうか。しかし、司令部が敵兵器の予測位置を間違えるなんて珍しいですね。いや、どうかな。是我们一开始遇到的那个航空系统。強力なジャミングを探知、遠距離通信応答なし。倒せばいい。或者说，或者或者说遇到了强力的航空系统，不是防御了，阻碍系统，可以无法进行。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目标，超大型兵器，超大型破坏兵器。目標の超大型兵器破壊する。援護します。这就是目标的超大型兵器。然后你刚不是刚看我在好像在看武器的，但是不是，我是想要斩断敌人的弹弹。我在这阶段的那个防御会下潜到下方来。
キング開始します。开始开始。这是每一个每个机器人都会具备的一个东西，不止在这游戏啦，在动画里面啊，在电影里面也是有开服系统。ブースト！这个不是说让我想到一个动画，哈哈，不是动。还有我有。ナインエースのブラックボックス反応検知、通信応答なし。救助する。刚刚 Pod 说他侦测到ナインエース他的黑箱。但是没有任何回应，没有任何回应。司令部への応援要請。妨害電波によって通信は不可能。我务必他想要很重复，大家都是，但是因为在被干扰，真的无法办到。爬楼梯也是不太习惯，因为它好方便，我不太习惯。这样就不一样，这样就上下按就可以。还有，我要说一点就是，因为我们玩家只要一靠近楼梯，它就自动爬上去嘛，这样。像如果我在对抗小怪的时候，突然间有个东西在旁边，然后我经过的时候就变这样，然后被小怪打死了，怎么办？这样，太帅了！不比小怪帅。Nice。忘了怪物。必须要救 9S， 没事干。我还有两个道具。今修复する。ポット、止血シェルとロンリーウイルスワクチン。ポット。それと。必須所有治療装備。当該 9S のバイタル低下はこの場での応急処置。うるさい！いいから出して。9S 现阶段要接受这些紧急治疗是没有用的。いって、たまって。不必，走吧。快走啊！兵士です。我们是士兵。その戦い、誇りを。我们的每场战斗都献上光荣、骄傲。装備 HO229 コマンド677被自動被使用者を 9S から 2B に権限移譲。2B の承認を求め。从 9S。转移到 2B 的权限，在 2B 可以使用这个装备了。わかった。这就是我们飞过来时候的装备嘛，它可以进行变形。可以变机动模式，还有飞行模式。现在有是一个前按 RB 的。这个防御弹太重，我防御弹太重。さあ言葉をしゃべって。機械生命体にそんな知性が。おお、さあ、そう。スビー、さあ、私は何と思われ。敵機体の脆弱性を発見しました。今から援護のために
ハッキングします。ここナイナイ他说他找到自己的那么多，然后他就在开始进行开火。トゥービー、敵機体の上腕部のコントロールポットを使って制御を取れるはず。いいから黙って。待我就后来来抢夺理论上上半身的那个操作。上腕部のコントロール脱出完了。弱点部分をマークしました。了解。制御システムを奪う。了解。敵サブユニット侵入。挙動テーブル変更終了。姿勢制御バーニアコントロール。敵兵器の従属化を完了。装饰你不用，你用自身去对抗这个王。すごく強引な戦い方ですね。非常强硬的作战方式。本部に救援要請を。当总部要要求支援。いや、その必要はない。看来没这个必要。みたいです。我罗斯，你们注意听他们那个机器人，机器人在配合他们的语速。我罗斯，我罗斯，我罗斯。なかなかうまく。先生，行かないみたいです。看来没办法跟机器人走，不一群，准备要进行那么顺利。ブラックボックス，这个黑箱。Black box 就是他们的核心，应该是了，猜测而已。新生，ブラックボックス反応による敵大型兵器の殲滅。他说申请要对Black box 有反应的敌人集体全灭。要光栄でした。下面敌人而已，说白了就是保护。私もだ。不过他说助力跟这个敌人一起作战，非常光荣。我助力没有，我也是。就这样自爆了。玩到来这里了啊！这次影片不知道会不会出问题。看，这边开始就可以记录了嘛。然后先往，不过你们看右下角的小地图，它有个有特殊颜色的那个符号，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。作戦は。成功でしたね。敵大型兵器は破壊され、敵支配地域への侵入経路が確保されました。成功了。今後の我们消灭了敌人的敌人王牌，然后确保了我们的前进路线。私たちのデータを基地にアップロードしてくれて。然后 2B 说谢谢你最后把我们的资料都上传到来这个基地里面。
その記憶を僕は持っていません。あの地域は通信帯域が細かったですから、多分あなたのデータをバックアップする時間しか確保できなかったんでしょう。僕の記憶はあなたと合流する直前までしか残っていません。人類に栄光あれ。人类に栄光あれ。现在的那 S 他只记得他跟 2B 会面的 那一个场景而已，然后中间发生什么事情他就没那段记忆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他们说白了啦，就是他们自动轮型可以上传自己资料到基地里面来，然后不管他们死多少次，他们可以在基地里面复制重生。这就是典型机器人的套路了，复制人军团。然后他说 ，This game use online functionality， 就是说这游戏它有使用那个网络功能。不过这个网络功能它概念跟那个黑暗灵魂差不多，就是玩家可以在地上留下信息，然后让之后的玩家来看。就只是这样而已。这游戏它并没有那个连线功能，所以它网络功能只可以来留信息，或你死后你也可以留信息在那边，作为攻略用，可以帮助其他的玩家。你要保存记录吗？是。西暦5012年、人類の華やかな歴史に突如終わりが訪れた。外宇宙から飛来したエイリアンによる侵略。人類突然遇到了灾害。異星人たちの繰り出す兵器。外星人帶着那些生命体によって人類軍の壊滅。刚刚面对的那些敌人就是机器生命体。生きるためにわずかなものとして。月に逃げ延びることに。侵占地球。残存的人类就被逼到移民去月球，然后人类在月球上面，他们研发了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做自动轮型，就是 Android， 就是这些机器人啊，就是他们唯一的最终武器了。他们派那些自动轮型下来地球，想要抢回地球，就是然后这个尤哈，就是这个部队，就是 2B 在这个部队里面。这部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建立起来的。这部队里面全部都是机器人啊！承知しております。健闘を祈る。人類に栄光あれ！人類に栄光あれ！这个部队它就是为了要抢回地球，为人类效劳的一个部队啦，因为他们是人类研发出来的嘛。杜宾，你听到我吗？我现在要重启。首先，你需要做亮度调整，在这边你按左右键就可以进行亮度调整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做各种调整，首先来做这个亮度的调整，然后这亮度调整我就调中间嘛，因为这不是什么恐怖游戏啦。这是一个很和平的游戏而已，所以调亮点应该无所谓了。这样可以吗 ？OK， 做到了。我不理解有种。他说现在这些步骤都被记录下来，都会摄影了。不过你听音什么？听音系统吗？Voice recognition is set on you。 你现在处于静音状态，过去要我调整音量，音量就调最满。调整お願いします。他不会太大声。僕の声が聞こえるように調整お願いします。不过他在说请调整到听到我声音为止。あの
恥ずかしいので早くしてもらえますか。トゥービーさん、他刚说聞こえますか。这样做很害羞，请问可以快点吗？これで問題ありませんか？那就没问题了吗？是，不是？我没问题。9 S， 然后说你听你声音觉得很平静吗？平静的。那，这是抛正太的。これでオプションの設定は完了です。就这样设定完了。自爆許可の項目が消えてる。等一下，你自爆許可的。ちょっと待ってください。すぐに復元できるので。稍微等一下，我帮你。僕が設定してもいいんですが。重新做出来。一応規則なので。虽然 2B さんが設定してくださいね。虽然我可以帮你设定，但是这还是由 2B 小姐你自己设定好了。这就属于自爆系统了。它自爆系统就是你以后做任务的时候，如果失败了就自爆了，自爆然后在基地里面复活这样的意思了。你可以 set。可以把它设成开或者关，你开的话以后你就每次失败了你就自爆了，然后就回来基地这样而已。你关的话也就应该算是不能死吧，你死的话就死定了。这个死了的话应该啦，我是猜测啦，应该就是你回到开头画面，给我从独挡那边开始进。如果你是设定成开的话，你只要每次死了你的记录还在，但是你会复活了，可以在基地里面复活，我觉得是这样啊。但是每次看自己的角色这样自爆，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。哦，ダメですよ。ちゃんとオンにしてください。他说不能哦，你一定要打开它哦。OK です。いざという時は身を挺して作戦を遂行する必要がありますからね。設定が終わったらこの画面を終了してください。我要说，如果完成了设定的话，就关闭这个画面。它这个自爆系统，因为是这个部队的规则嘛，一定要开，但是你也可以关。就这样。確かに自爆するのは嫌ですよね。他说确实規則では自爆機能は必須ですけど。虽然司令官には黙っておきません。自爆功能一定要开，就是这个规则嘛。但是那也是他会帮我保守秘密，他不告诉其他人，这样子。但是我没看过他自爆系统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，所以我就。打开，先开一阵子，看看发生什么事情，过后再做决定好了。在做完设定之后，你可以退出游戏。过后再去 2B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在没戴眼罩之前的 2B。然后我有点不明白，就是为什么他们每一个自动性都要戴眼罩。司令官からの命令で。2B さんのメンテナンスを担当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んです。これから定期的にチェックしますね。そう。心配はいりませんよ。僕たち 9S モデルは優秀なことで有名ですから。で、自分で言うことじゃないか。9S。なんでしょう。継承はいらない。え？私の名前に3はつけなくていい。あ、はい、わかりました。あ、そうだ、司令官が呼んでたから一緒に行きましょう。 2B さん、あ、いや、 2B。 然后刚 2B 他跟 9S 说了，就是他在那个敌人基地里面说了同样的话，就是他跟那一说称呼 2B 的时候可以不用用尊称，不用加上，不用加前辈，只要称呼名字就好了。因为 2B 现在状况不是 2B 啊，那现在的状况就是他失去了一部分的记忆嘛，所以他没有那个在基地里面的记忆，所以在 2B 就要重新
交 IS， 就好像你重新交一个交人说话一样。因为这是床嘛，床可以休息睡觉。如果你跟 2B 说话，不 2B， 你跟 9S 说话，也可以更改他的战斗风格。不过这个就是道具当成。这边出去之后就是我们的基地了。然后我自己玩，我上一次玩的时候也是玩到这个阶段就停了。你可以跟这边的人说话了一样，但是他们台词都不太重要。就像刚刚那个人他说那个格纳库在旁边，用看的都懂啊，你看就在这里，所以一些人的对话可以不用看。这些8B 是刚刚跟我们一起进入那个入地球的一个小队了。不过他们其实并没有正确的死去，他们只是怎么说，就拿人来当比例好了啦。你人体死了，但是灵魂还在，所以他们用灵魂复活了，这样的一个概念了。更何况这是机器人， 你只要数据还在的话，你过多少次都没问题。然后现在可以记录嘛，改为做记录好了。这边就是菜单啊，可以看各种讯息，我可以记录。玩了54分钟了，跟我第一次玩的时间也是差不多了。等一下。喝口水，嘴巴干了。然后我想说什么来着？啊，这个刚刚那个动画里面都提到嘛，我们人类是被赶出去的，现在要来夺回地球，所以才制作出这些自动人形。然后这些，诶，不是，在刚刚那个地球里面，那个 2B 他不是对鸟感抱有疑问吗？这就原因，因为人类在月球上面是没有这些东西了。他们研发了机器人这些 2B 他们之后 ，2B 他们也没有看过这些东西，所以他们第一次来地球之后就会抱有疑问。就是这样的原因了，不是新鲜的感觉，完全没看过的风景。然后这游戏我之前玩也是玩到这个阶段嘛，差不多了。然后所以就跟上一个游戏一样，在那边做段落吧。我希望这次我的影片不会出问题，可以顺利。点击然后再上传，好吧，就这样吧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，所以我们下次再见。